是什么？真漂亮！我们进去看看。哇，真不错！可我有点害怕。怕什么？这里多像海盗的藏宝基地呀、啊！我不喜欢海盗基地，我要把这里装扮成漂亮的城堡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这里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。秘密基地？还有这个天大的秘密，一定不能告诉任何人，知道吗？来，发誓！发誓！宝贝，爸爸上班去了，过来亲亲爸爸。快点嘛，路上小心哟。好吧，那我去上班了。米妮，我能不能不喊这个呀？不行，喊着那个才像宝宝嘛。咕噜嘟嘟啊呼！哇哇！那就从这边开始吧。好像有人来了。波克，辛苦你们了。等他们走了再说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地方也开始动工吧。好的，波克，你继续拆除这边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叔叔，快住手！陆迪，这儿很危险，你来这里干嘛？米妮和本妮还在里面呢。什么？米妮、本妮，你们在里面吗？你们快回答，不用再保密了。快帮帮我们！天哪！你好，这里是救援中心。啊，彼得先生，啊，您说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，小娟？各位，出大事了！本尼和米妮被困在彼得叔叔正在拆除的废旧房屋里面了。啊，知道了，我们马上就赶过去，加快速度。救救我们！你们再坚持一会儿，救援队马上就到。我到了！切！彼得先生，波利，快快！海莉，马上确认一下孩子们的位置。知道了。这里就交给我们，大家全部往后退。好，拜托你们了。找到了，不过房屋内的柱子倒塌，把通道堵住了。知道了，我们一边清理一边往里走，你继续侦查情况。罗伊，看起来我们要从这一边打开一个入口，你能办到吗？我试试。好的，罗伊在这里撑着，我负责进去清理里面的通道。安巴，你要瞅准时机把孩子们带出来。没问题。好了。安巴，你快进去。孩子们，好，我们赶紧出去，要小心点儿。波利，房屋马上就要倒塌了，大家抓紧，快点，快点走。波利，快出来，马上。米奇，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奖牌啊？什么奖牌啊？我没见过。这可怎么办呢？
那可是独一无二的奖牌啊！这里没有的话，会不会被别人拿走了呢？会是被谁拿走了呢？难道是……真是太厉害了！瑞普提，你真的没看到我的奖牌吗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您不会怀疑我吧？你看，我怎么想也想不出谁搬过那个柜子呀。不是我，我绝对不会连招呼都不打就拿走别人的东西的。我敢对天发誓，绝对不是我。瑞普提，瑞普提。白拉阿姨真是太过分了，她怎么会认为是我拿走了那么贵重的东西呢？难道是刚才搬东西的时候奖牌掉出来了吗？搞不好真是啊，怎么办？在哪儿啊？怎么办啊？怎么都找不到啊？是奖牌吗？哪里是奖牌啊？雷奇，快一点儿！什么声音啊？我是瑞普提啊，看不见我吗？我在这儿呢。什么？怎么办呢？还怎么办？快放下来吧！快放下来啊！怎么不听使唤了？我可能出故障了。救命！百乐阿姨您好，小娟，不好了，瑞普提被挂在出故障的吊车上，现在很危险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请立即出发，赶往码头。是，小娟。情况如何？好的。我一直在往下滑。坚持住，雷奇。我已经尽力了。朋友们，嘿，瑞普提，救援队马上就要来了，你再坚持一会儿吧。坚持。你们快来呀！我上去帮助海莉，你们两个在下面好好照看着。好的。雷迪，能把我举高一点吗？嗯。我会坚持不住的。大家抓紧时间，马上就好了。轮椅架起梯子，知道了。哎，好了，瑞普提，出来吧。慢慢的上来吧。我害怕。没事的，瑞普提，有我们在这里呢。好了，那我放下去了。哎呀，真是万幸！你真棒，瑞普提。谢谢你，雷迪。不客气。雷奇，我会告诉小娟，让她尽快帮你检修的。谢谢你。这个看起来像树木害虫。树木害虫？这种虫子以树的养分为生，就是因为这个，那些树木才生病的。那这种虫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
这个看一下我调查过的地方就知道了。嗯，有标识的地方就是发现有害虫的地方，因为越往这个方向生病的树木就越多，所以虫子是来自于猫头鹰山谷某个地方。这样的话，森林的害虫也肯定早已泛滥成灾了。小娟，我们必须尽快去猫头鹰森林查看一下。嗯，猫头鹰森林的调查我会交给安巴去做的，你们先帮忙解决一下镇上的问题吧。知道了。有事吗？安巴，你能帮忙看一下这个视频吗？没问题。嗯，这不是树木害虫吗？因为这些虫子，镇上的树木都生病了。我猜测虫子是来自于猫头鹰森林的某个地方，所以希望安巴能够调查一下那边的情况。好的。那边没有问题，这边也还可以。这些树生病了呀。安巴，调查进行的顺利吗？嗯，刚才我在附近发现了生病的树，我先把位置发给你，详细的情况得等我再调查一下。最后一次捕捉到信号的地方是在这附近，对吗？嗯，肯定是在这附近。可是安巴到底在哪里呢？安巴！哦，这是什么声音？我们还是朝反方向再搜索一下比较好，你说呢？就这么办吧。伙伴们，安巴在悬崖下面呢。真的？安巴没事吗？没事，不过要是你们知道安巴正在做什么的话，肯定会吃惊的。哦，赶紧过去看看。嗯。安巴，我就说嘛，你们肯定会吃惊的。安巴，你们来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那个，我在森林里调查时，突然掉到悬崖下来了，因为对讲机坏了，就没能跟你们联系。再加上这里发生了更紧急的情况。什么紧急情况？看这里，这里就是害虫产生的地方。啊！天哪！真的是很严重啊！所以你就自己在这里剪树枝吗？嗯，要是不赶紧剪掉严重生病的树枝，害虫会扩散得更快。不过你没有受伤吧？我没事，只是时间很紧迫，要想拯救这片森林，就必须在今天之内控制住害虫的扩散。你们都会帮忙吧？当然了，安巴，你尽管吩咐，我们都听你的。好，那海莉，你负责喷药，霍利和罗伊，你们去把生病的树砍掉。好。小娟，刚才全都结束了，具体情况回总部再跟你说。啊，现在好像差不多了吧？嗯。好，这片森林的救治工作已经完成，我们回总部。小娟一直很担心呢。肯定会担心的。可是我不喜欢发火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克里尼，你好。斯普奇，怎么样？你是不是生气了？一定是气坏了吧？
生气的时候不要只是忍着，要明确表达出你的情绪来。斯布奇，够了，现在我很生气，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对我。骗人，你看起来根本就不像在生气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瞧你那样，笑死了。我再也受不了你了。你真生气了吗？没错，我快被你气死了，不许你再欺负我了。哦，救命啊，你站住，斯布奇，救命啊，我怎么收拾你，给我站住。克里尼生气的样子好吓人呐。怎么办呢？还是先藏起来好了。救命啊！斯布奇，等我找到你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救命啊！斯布奇，你在哪儿？斯布奇，格里尼，快帮帮我！斯布奇，你在这下面吗？格里尼，快帮帮我！这可怎么办啊？你好，这里是救援中心。小杰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，克里尼？紧急情况！紧急情况！斯普奇坠入了布鲁姆斯森林的垂直地下洞窟，请大家立刻赶往现场。是，小杰。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哦，听得到，快帮帮我吧！冷静一点，斯普奇，我马上就下去。看来这里只能我一个人下去看看了。大家也都看到了，洞口很窄，也很陡峭。大家一起下去的话会很危险。你们在这里做好救援准备。没问题。天哪，这里真的好滑呀！你自己能行吗？还下得去吗？别担心，这算不了什么的。我走了。救命啊！斯普奇，不行！好了，没事了，斯普奇。玻璃。海莉，我们准备好了。知道了，罗伊，你可以把斯普奇拉上来了。好的。终于得救了。太好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安巴。那么好吧，我先出发了。彼得先生病得不轻啊，看来他是担心施工问题，几天几夜都没睡好了。我们居然都不知道。你们也别太担心了，去了医院就会没事情的。好了，我先走了。拜托了，小娟。现在该怎么办啊？
是啊，要不趁彼得先生回来前，我们来个大扫除吧，家里干干净净的，说不定他回来看到心情会好一点呢。邓普的主意真不错，那我们就马上开始行动吧。好啊。麦克斯，抱歉，这里还有。哇，我的脚！真是的，明明看到他滚到这边的。啊，在那儿呢。就差一点了，快了！这下糟了！波哥，小心！你还好吗？你先不要乱动，再忍一下，我们马上救你出来。你们几个先转移到安全地带吧。知道了。现在让我们把木材抬起来，大家一定要小心，不要碰倒了木材堆。知道了。现在可以出来了。多亏有岩石挡住了木材，没什么大碍，真是万幸啊。对不起，波克。看来我们真的是一点儿也帮不上彼得先生，只知道闯祸。别太难过了，你们原本也是出于一片好心嘛。当然，要是能再小心一点就更好了。我们怎么做才能让彼得先生开心呢？是啊，我们真的是想让他看到屋子干干净净的。不用担心，我们一起来打扫吧。是啊，大家一起动手，很快就可以收拾完了。谢谢你们。谢谢你，麦克斯。不客气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！但无论如何，欺骗朋友总是不对的。这我也知道。罗伊。哦。是你把我的图纸弄坏了吧？哦，是什么？小娟，你误会我了。哦，这个，那个。不要再装糊涂了。我可是有证人的。早上我看到你去过维修室了，小娟知道后就生气了。对不起，罗伊。不怪你，安巴。早上我是去过维修室，没错。
但是图纸真的不是我弄坏的。到底是谁干的呢？别吵了，大家都别吵了，是我把图纸弄坏的，我对不起小娟，一直不敢对你开口。对不起，都怪我。海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要是早点承认就好了，因为我害大家互相猜疑。我的轮胎，我的轮胎，斯普奇家着火了，怎么办呢？斯普奇，斯普奇，出什么事了？海丽，我在练习焰火魔术时不小心起火了，快救救我的宝贝轮胎！先别管这些轮胎了，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。快跟我来，斯普奇，快点！我的轮胎！得赶快行动！怎么办？我飞不了了！我好晕啊，可能是吸入了太多的浓烟。小娟，海丽她不是故意的，真的是不小心啊。再说她已经承认错误了，要不然你就原谅她吧。哼。你好，这里是救援中心。小娟，我家着火了。什么？你还好吧？我没事，多亏了海丽的帮忙，但是海丽被困在里面出不来了，她好像飞不了了。对了，刚才海丽说她的尾翼好像坏了。什么？怎么办？海丽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不用担心，小娟，海丽不会出事的，大家立刻出发去斯普吉家。知道了。我现在进去，去找海丽，你们负责熄灭外围的火。没问题。海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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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丽。你醒醒啊，海丽！轮椅。来，我们赶紧离开这里。海丽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都让我们担心死了。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。要是我一开始就说了实话，事情也不会到这种地步。别这么说，海丽。只要你没事，就比什么都好。是啊，而且小娟她也已经原谅你了。是吗？太好了。话说，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一点小事而已。海丽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得再休息一阵子。没事的，我去就回。都熬了一整宿呢，一会儿见。海丽，你在哪儿？哦，好玩的东西。哦，上去了，上去了。哇，好好玩。怎么回事，布鲁诺？又没接触，今天有点奇怪呀。
不好意思，我重新投一下。不过布鲁尼不在这里真好。布鲁尼不会出事吧？哥哥，你在哪儿？不能这样下去了。朋友们，我得回家一趟，你们几个继续玩球吧。布鲁诺，怎么突然说要回家了？这会儿功夫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真不该把他自己扔在那里的。哥哥，担心的我都幻听了。哥哥，哥哥，布鲁尼，到底放哪儿去了？要是他知道球不见了，还不得跟我闹翻天？你好，这里是救援中心。小娟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，布鲁诺？紧急出动！紧急出动！布鲁尼被困在布鲁姆斯别墅的电梯里面了，请全体队员马上出动。是，小娟。全肯定会平安出来的，布鲁尼，我们进去接你，别担心，稍等一会儿。快点，我好怕。安巴，你去把电梯设置成应急系统。好的。海莉，你去准备安全绳索，确保能爬上屋顶。好的。嘿，好了，波利，不过好像有东西把电梯卡住了，信号显示异常。是吗？我上去确认一下。波利，准备完毕。走吧，朵伊。好。海莉，在这儿。我们开始吧，罗伊。布鲁尼，哈利哥哥，没受伤吧？没。刚才肯定很害怕吧？不过你表现得很棒，我马上就带你出去。原来是因为这个呀，我们得马上上去。罗伊，现在可以拽上去了。好。布鲁尼，哥哥在下面看着你，你不用害怕。哈利。我们没事，很好，用力抓紧，我重新往上拉。布鲁尼，吓了一跳吧？现在我们可以上去了。好。刚才要是我带他一起玩的话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不用担心，布鲁尼不会有事的。哥哥。布鲁尼。哥哥。吓死我了。这么晚了，克里尼应该决定好了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礼物了吧？这个嘛，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啊！救命啊！不要！是克里尼，快跟上去！那边，
下，克里尼，救援队马上就到。到了。罗伊，你现在马上准备起重机。海莉，你去给克里尼系上安全绳。安巴，你跟我下去看看有没有适合铺安全垫的地方。知道了。波利，我看了一下，没有适合铺安全垫的地方。这边也没有。看来，为了以防万一，我得在这个地方盯着一点。安巴，你上去帮助一下罗伊吧。知道了。千万不要出事啊！克里尼，别担心，马上就救你下来。克里尼，抓住罗伊！马上就好。全都是送给我们的礼物。我本来也想找找自己想要的礼物，但是最后只找到了你们喜欢的东西。不好意思，最终也没想出来我想要什么。我们不知道你会去找我们喜欢的东西，我们才不好意思呢。就是，我们只是想考虑送你你喜欢的礼物而已。对不起。这么看来，就是因为大家为对方考虑的太多，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是啊。朋友们，我已经想到克里尼他会喜欢什么样的礼物了。真的吗？是什么呀？秘密。秘密？什么秘密啊？说说什么礼物？什么礼物？好，克里尼，你现在可以睁眼了。生日快乐，克里尼！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露营派对。露营派对？我知道，对克里尼来说，最珍贵的不是什么礼物，而是朋友们。所以我觉得，对你来说，和朋友们在这里愉快地度过美好的时光，就是最好的礼物了。怎么样，克里尼？喜欢吗？真是太喜欢了。不过不是物品的东西，怎么也能够成为礼物呢？只要收到的人觉得高兴幸福，所有的一切都可以成为礼物。顺便告诉大家，我也准备了礼物哟。喳喳喳，给你做的蛋糕。谢谢你，小娟，真是太喜欢了。你喜欢就好。所以说，送礼物最重要的是心意。没错。好了，我们的生日派对正式开始吧。哇！也就是说，刚才斯普奇的箱子和我的箱子被调换了，而斯普奇的箱子又和米妮的箱子被调换了。对，所以我们才过来，想看看那个箱子是不是在您这里。这可怎么办？我刚才去邮局把东西都给寄走了。您说什么？那些东西是我送给大洋彼岸的侄子的礼物。这可怎么办呢？米妮肯定眼巴巴地等着我回去呢。爷爷，您别担心，要不您先回去跟米妮一起等我的消息吧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米妮的礼物的。那我的礼物怎么办？您也不用担心，只要解决了米妮的问题，那么您的问题也就解决了。波斯提，霍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一件紧急的事情要找你。上午彼得先生交给你的那些包裹，现在还在你这里吗？彼得先生的包裹，一个小时之前已经送到码头去了。什么？这下可麻烦了。礼物被调换了，好像是因为斯普奇的箱子和米妮的礼物外包装是一样的。那怎么办啊？米妮盼了那么久，肯定很失望。是啊，Polly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？是啊，
要是去斯普奇那里找到米妮的礼物，这会儿也该回来了。哦，波利，礼物找到了吗？啊，还没有呢。现在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斯普奇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彼得叔叔，阴差阳错，箱子又被调换了。什么？问题是，那个被调换的箱子已经被琪琪带走，要送往大洋彼岸了。不会吧，这也太复杂了吧。看来我们只能去找琪琪，看能不能把礼物找回来了。你们赶紧来码头，在那里集合。知道了。狐狸，海莉，你先去找琪琪，我们几个随后就到。明白了。允许我们查看货舱，谢谢你，琪琪，耽误你的时间了。没关系。琪琪，波斯提送来的包裹放在什么地方了呢？应该是在红色的集装箱里吧。谢谢。是不是需要把黄色集装箱抬起来啊？安巴，我们一起抬右边。罗伊，你负责抬左边。抽出下面的集装箱后，海莉，你负责找东西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那就开始吧。一、二、三。小心。罗伊，再往右边一点。可以了。海莉，上吧。让我看看。到底藏哪儿了呢？找到了，这就是彼得叔叔的包裹。任务完成。太好了！为了找到被调换的箱子，差一点就飞到大洋彼岸去了。大家都辛苦了，谢谢你，琪琪，多亏有你帮忙。不用客气。米妮，你不无聊吗？还行吧。跑到我这里来了，就是我的了。这可是我们说好的。好，那我回家了。等等我，米妮，你们为什么随便到我的地盘上来？那你让我们怎么回家呀？那是你们的事情，不能不守规则。回家时可以不用遵守规则，这是我刚刚制定的新规则。我也赞成。什么都是你们说了算吗？站住，给我站住。让开，这一半的路是我的。让开。好，那这一半的道路是我的。那我怎么办？你和米妮一起用不就行了？闪开。凭什么？这里是我的地盘。让你不要过来的，你不要待着去。你们太过分了。好，那好，这里是我的道路，谁都不许过去。砍路！让开！快让开！
这里是救援中心。姐姐，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！紧急情况，紧急情况！泰坦在12号街丁字路口发生交通事故，请全体队员马上出动。是，小军。帮帮我，我动弹不了了。别担心，泰坦，马上来救你。你们几个先到那边等着好吗？好。海莉，你去封锁周边道路，其他人负责救援泰坦。知道了。往下点，再往下一点。好了，准备好了，波林。好，开始吧，罗伊。罗伊，现在可以放下来了。好的。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泰坦，你最好去总部检修一下。本来就很忙，又碰上这种事。真的对不起。都怪我们为了些小事吵架。就是啊，朋友们，无论是道路、运动场或是秘密基地，都不能被某个人独自占有使用。没错，为了这种事吵架的结果，就是最后谁也无法正常使用。